真理苦尽甘由来，灵苏醒心明亮，认识神的爱，神话成全人，嘿，接近变化我，人若不爱神，那是没良心，在神的心意都要来体贴，献上忠心，今后攒本分，神发表真理，带领人进入世纪，话语审判揭示我认识自己，实行经历神话语，心情有变化，神漠视的救恩浩大无比，成全爱神的人。